Hello，我拍一下金门美食。这个在哪边你知道吗？我拍一下哦，在那边，那边 Seven 旁边就有在卖了，它叫山外葱油饼，一份40块，它真的是好好吃哦，真的超好吃的，我从来没有吃过这么好吃的葱油饼，所以忍不住又要买一份了。我昨天有拍给大家看啊，真的是超棒的。然后忍不住，我先拍给大家看了，因为热腾腾的，那酱料我先不加了。我拿来吃，你看到？哇塞，你看，它煎的特扯方方啊，哦，嗯，好好吃哦。你看。它的口感我形容一下好不好？就是外面很脆，然后里面就是扯了，你知道不？那个焦香感哦，真的是好香啊！嗯，闻到，我拍摄的画面给你看。你看到？它很焦香的味道，讲真的，它只要撒一点那个的什么胡椒盐，我觉得，我觉得味道就很够了。哇，而且它不会觉得很油啊。我刚问老板娘，她说面粉是个关键，有时候天气啊，天气潮湿热什么，那个拿捏很重要。我看它在煎，好快哦，一次就煎两三遍。国兴的店家，这么一家大概才40块。哦，我跟你讲哦，那葱油饼对吧？它冷掉，你拿烤箱再烤一烤，还是一样的口味，不会说太硬怎样，不会。真的。哎呦。